男生比女生更需要哄，你相信吗？是不是男生的依赖感都很弱？其实不是，他们在表达情感需求的时候格外的婉转和隐晦，因为他们打从心里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需求。男生也是需要哄的，因为他们在喜欢的人面前永远是个孩子，需要给他多一点点耐心来引导他表达情感的需求。比如告诉他，难过的时候可以不要一个人在心里憋着，当遇到困难向你倾诉的时候，尽量的安抚他的情绪。慢慢的他就会知道，把不开心的事情告诉你是可以的，是安全的。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缺少一点点鼓励和积极的回应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，男